拿着热腾腾的推荐书，立委们一字排开，喜悦藏不住，因为他们都是获得口袋国会评比优良立委。当中原名立委吴立华这一次获得内政委员会的优良立委肯定。吴立华回顾近四年来的立委生涯，总共提了1200多案，三读通过的法案也有400多件。像是我进来的第一个通过的三读案，就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修法。那另外呢，像是气候变迁法、矿业法、原住民族健康法，非常多的法案呢，我们都一直在立法院为我们的原住民来做提案、来做修法。同样也在内政委员会表现获肯定的立委郑天才，也提到印象深刻的法案，包括社会福利基本法、原建法以及海洋产业发展条例。不过好事成双，郑天才也得到全院优良立委肯定。因为我们原住民族的议题会横跨各个委员会，所以我们要到各个委员会去质询，就因此在跨委员会的部分呢，也获得这个21世纪基金会所成立的口袋国会的一个评比。郑天才表示，原民议题领域广泛，都需要赴不同委员会替原民权益质询把关。而口袋国会评鉴长期关注立委们的提案量以及质询问政，而大选逼近，想必各立委也盼这项评比多少能为选情加分。原视新闻24刘立法院采访报道。